梦呢？咁奢狂，爸爸，我回来了。有隔离吗？你把现在新冠病毒啊，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了，我带回来了你最喜欢的金蕉。哎呀，我刚才是金蕉。哎，咱的爱好够了。你也跟着起哄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周天，周天，哎，天啦，你卖球啦。鹏哎，你不讲话，没有人当你是哑巴。点点啊，搞我要死哦！真的是，你看许孝顺多乖。猛啊！杨春口。哎，乐队老师，不要讲话，我在唱歌。我回来了，我带回来了你最喜欢的无敌铁金刚，无敌铁金刚，无敌铁金刚。孟娜，那个唱不会的。对，我马上要。慢点，但是你不需要讲话，干脆你来唱好了。不，要炒大嫂。炒大嫂要加什么？大葱，马甲包嘞，包嘞，啊聊聊不？这么有气氛的歌，啊破了破了破了！我就送了，就送了，去他喽！我卖个恭维啊，梦娜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一直比手语，所以没有说话。你是在讲啊，不爱讲啊？不是，这是你跟你唱歌开关啊。我们没有讲话哎。那是在碰擦的哦。哎，你梦到？麦考，麦考哦。那干嘛怪怪？怪怪。这是在碰雷梦啊！你在放屁啊！这在碰加固啊！雷梦啊，这么红，有点碰擦哦。不是因为我在歌坛上面啊，差不多50年哈。哇哦！我真的很少看到主持人啊，像许孝顺、冯恰恰两个这么丑的。我是讲你笑啥？你笑安尼袂使啦，不客气啦，没有礼貌啦。你看恁呐，歹甲人会笑场啦。好靠派不？背对大嫂。对对对。黑啦黑啦，卖看到恁那边啦。好啊啦，连背都很丑。连背都很丑。连背都很丑。情绪放进去，情绪情绪情绪。情绪当然要放情绪啊，不放情绪被这两个丑八怪弄得真的是。安，你念到哪里了？你带回来什么东西了？为什么不说话？忘记了啊？为什么不说话？哎，为什么？对，曹细平有来吗？连丑八怪都来。丑八怪。哎，我看你两个无像哦，这个大嫂唱不下去。无看剧无啊？小小静一下。干净了，清气啊！哦，孟娜，我回来了。你刚回来啥工啊？你还没回来？回来很久了呢，哦。我忘记我说到哪里了。孟娜，没关系，随你，随便你说了，孟娜。孟娜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孟娜。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雷蒙娜，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听我再告诉你最后。
回答我，回答我也只要一句雷蒙娜。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雷蒙娜。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。我求你看我吧，雷蒙娜，这不是拉，这是喊吗？我求你看我吧，雷蒙娜，只要你看我一眼，我心开心愿，心开吧就开吧一眼，为什么为什么不肯？难道你难道一见永别离？雷蒙娜。什么那么伤，雷蒙娜，雷蒙娜，为什么那么伤，雷蒙娜？我骂你，我骂你，你真傻，你真傻，你真傻，永别的雷蒙娜。我不相信。我绝对不相信蒙娜，我骂你，我骂你，真傻，你真傻，你真傻，永别的泪蒙娜。蒙娜，现在，那个 tempo 哈 ，tempo 来来来，分开点，分开点，妈妈你最后一句哦，快点，稍微减慢版本哈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永别离泪蒙娜。薄款，你要薄款，你要薄款，薄款。哎，这次就比较整齐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但是这个有问题。我有自杀对掉啊！你拍个那个国术牌龙流不？嘿，不是，嘿是我较早咧买饮料的故事，我有感情的呢。我们姿势不错，蛮好看的。你们都起，我们都起来。你自己一个来。很累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好累。咦，贝贝。还要再找一个。我会写一写一写。一个一个，他一个，他倒的比较漂亮。哎呦，要死我！永别的雷蒙娜。很不好看的，你那穿裤袜啊？哎呀，蒙娜点西裤啊？还敢掉？还敢掉？